那立夏呢，是即将进入梅雨季的气候的转换期，冷暖空气交界的封面开始变得比较扎实一些哦。家家户户的餐桌上都会出现的食材，那就是空心菜。立夏起东风，食堂酒堂空，我们就让大家一起来猜一猜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每周五晚间9:30，一起来谈天说地，化解气。